拍摄《1921》这部电影过程中的团队，就是包括演员阵容，其实是特别融洽的。一帮大男孩又见面了呗，这是帅版的，就像大家庭一样。那段历史其实对于很多观众来说也是耳熟能详的，能更多的带给年轻的观众一些关于青春、关于热血、关于为了梦想去奋斗的感觉。我们那一代人太了不起了，来参加一大会议，讨论我们如何建立一个新的政权，而且他们还真的做到了。中国的路必须要我们自己来走，若是走错了，那将来的人都会错。在这部电影里面，你能看到一群年轻人如何去实现自己的理想。他们也是我们当下的年轻人真正能去崇拜的偶像。绝对不能当艺人。他们有梦想，他们全情投入，为早日开启全国政府，为早日结束中国政府。干杯！干杯！他们年轻并不意味着他们对未来没有展望。他们年轻，但并不意味着他们没有经验。有同样的追求的人，他们终究会穿越万水千山，走在一起。这是。